歌的主唱原唱那个何家阳，何家阳就是他表演的时候他有戴墨镜，然后我顺便戴个墨镜降低我的紧张感，还有我感冒可能会有点鼻塞，希望大家可以见谅。然后我的左边这是尾琴，它是刷扣的部分，然后右边是支号，你是负责 solo， 然后在右边是给给我们的鼓手，然后在贝斯是阿红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。谢谢。